像你怎么看？我们知道，因为最近那个您的夫人跟那个陈时中部长因为八百人死亡事情杠在一起，那您自己怎么看？就是所谓的八百人死亡这件事情？那到现在为止，台湾疫情控制还算良好。不过我跟你讲哦，我最近看周边国家，奇怪，一个一个在感染蛮严重的，我就觉得有点担忧。而且像今天和平那个哈、哦，那个护理师的感染，其实那个已经告诉我们说，又社区里面又有不明传染源了。所以，我大觉得是这样的啊、哦。口水战可以免就免的，有时候还是先解决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问题啊。好，谢谢。